回来了，哎呀，其实我们刚刚是要去抓那一只熊的，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黑影嘛，然后在抓熊的过程中，我又发现了啊，另外两个黑影，一个是啊很多刺的鱼，还有一个是很像果实这样的，但是很可惜，全部都 arrow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，可能是我的线不好吧，总之就是很难收香菇啊，不用紧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刚刚抓到的那个皮卡丘。皮卡丘是有那一个戴着帽子的，但是我也是没有录到影片，所以啊，我就直接给你们看它的模样啦。 OK， 刚刚打开就有看到一只鬼西通啊，先抓了它先了啊，我没有喂了啊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我只可以放弃你了，拜拜鬼系统。哎，刚刚什么都没有抓到，我跑了很远呢。刚刚其实、啊、看看我们刚刚今天、啊、在我回来的路上抓到那一只皮卡丘了，但是我也是没有录到影片、啊、anyway 给你们看它模样。我有抓到耶，刚刚它是写 L 的勒。哎，不错，很好，我抽败了你，很难的。哇，而且还是不错 IV 的。我其实很喜欢这只，一直到进化过后，我都要把它养好。OK， 回到来我们的皮卡丘，就是这只啦，可不可爱啊？皮卡丘戴着那个 party 帽的，其实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把它进化成。那个雷丘，但是我想跟各位讲，就是因为这个皮卡丘其实它跟之前的那个 Christmas 那个 version 不是很一样，因为什么很难看到，它没有像之前那个、啊、圣诞皮卡丘这么容易抓到，我今天才看到两次，它才抓到一次而已，另一次我是没有，因为我在做工没有去追啦。我们今天想做一个试验，就是把它进化成那个雷丘，我们试一下进化成雷丘啊，应该够吧？看看，看他还会不会戴着帽子啊？去吧！啊，进化了，又跳起来了，那个帽子掉下来。是什么来的？哦，真的是戴着帽子，哈、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的雷丘，这个。所以就是说它还是会进化成跟之前圣诞的那个我选择一样的，还是会戴着帽子，不管进化成哪里去。 OK 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啦，来阿雷先跟他们讲拜拜，拜拜喽。